证明电视和你在一起，佛法之旅证明电视和你在一起。Hello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为令一切众生悉能具足，一切菩萨清净心故，为令一切众生普能值于诸善知识，显成此故，为令一切众生修菩萨行，调伏众生不修习故，为令一切菩萨以妙辩才，即一切言随即广演无断尽故，为令一切众生能以一心执一切心，一切善根等回向故，为令一切众生常乐积极，一切善根难离众生与净智故，为令一切众生得一切智，福德智慧清净深故，为令一切众生善知一切众生善根，观察回向普成就故。在菩萨具足了清净心，清净心啊，这个清净心呢，见了法性了，见了法性身啊，才了他得到的身理清净，清净就是无言的了，这不是少善根力啊，是多善根力。菩萨他不是为他自己，他自己得了清净心，他让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心都能清净。这个我们从文字上看呢，菩萨让一切众生清净故，怎么能得得到？那前文告诉我们，从了达正法，得世上最胜的福德。是菩萨以他因妙因言说一些法，令从菩萨的心清净。这都是菩萨回向的愿，回向的愿，愿呢不等于事实。菩萨的愿，愿一切众生清净，那当然是菩萨他本心就清净了，他如果自己心里不清净，怎能让众生清净呢？什么样的算是清净心？这以下文要讲很多平等，那你观一切法的在那平等心智，你要不得到一切智慧，你的心怎能平静清净呢？必须是看一切众生跟自己平等平等。这个不是现在咱们分他有善根呐、没有善根呐、烦恼重啊、烦恼轻啊，这都是不平等的现象了，这平等现象。要不这种念头没有，没有。看一众生，都能跟佛一样看待。
那就是说心里头没有分别念头。到了这种的菩萨，他的因缘果满，因缘呢，因地成就了，果呢，成就跟佛无二了。他不是种的少善根，种的深善根，他的大悲、大愿、大智，得成就了。这时候他发愿也就是回向了。咱们现在都讲的回向，把这个愿力回向给众生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像菩萨一样的心地清凉，得清净了。为令一切众生普得之欲树善之时，显成是故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，找个善知识非常困难呢，人困难。什么样算是善知识？不是会给说几句佛法，你讲解就是善知识，这不算善知识。善知诸法之意，完了能善知一切众生的根。把这一法跟众生的根相契合，让众生闻法得到误解，误解之后呢，能够了生死得解脱，这样才算善知识。而这样善知识现在遇不到了，那么能够了知诸法真实义，能给我们解说。这样的都叫善知识，善知识。菩萨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遇着善知识，成善知识。为令一切众生修菩萨行，调伏众生不修习故。修菩萨行，菩萨行的就是十波罗蜜。咱们现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吧，都讲布施，这是菩萨行。菩萨行布施，真布施的，头目、手足、妻子、儿女，就是内身，但是筋肉、皮骨、爪子、珠子都能舍，一切能舍，这叫修菩萨行。这咱们前头所讲那个呀，都是菩萨心。因为众生的心得不到调伏，菩萨要调伏众生。没有休息的时候，因为众生有种种欲念、种种思维、种种想法，菩萨都能把它调舍善算。为令一切众生以妙辩才具一切因，随以假广眼无断尽故，说法无尽。妙辩才，妙辩才得应众生机呀，不对机妙辩才没用。能一切音声，这是方言自在。这个方言呢，不是现在我们懂得世界的语言，或者英语、法语，或者普通式流程。那你不知道巧啊、补歌啊，这是一切众生啊，不止人类啊，语别瞎界。一切众生包含着的水族的飞禽走兽，他们的一切语言菩萨都能通，不但通，而且让他能够降伏，能够得度，具一切因，而且对哪一类的众生
对哪一类的根基，给他说哪一类的法。这些菩萨是大菩萨了，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！咱们都知道，这是十回向位的菩萨，十回向的第七愿。因为现在咱们讲这一愿的时候呢，是方便善巧。像我们普我们说法或者讲解，但是只是适合于人类，人类当中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呢就是很少数了，不能够普遍些众生。那演说的法呢，不是妙辩才，而是一般的能够一文解义，依着这个文字啊语言呢、完了解说他的义理，这不是妙辩才。妙辩才是具足一切因，令他闻着法生大欢喜，心开意解，这叫妙辩才。不是音声，不是光是音声，语言光是音声了，他这里头含着有舍受意。舍受意，舍受他就是舍受这个众生能够以菩萨的这个妙才妙辩才，他一闻着进入就能自己体会得到，这心开悟解呀。为令一切众生能知一心，知一切心，咱们经常说一心，一心知一切心。菩萨是像如来以一音演说法，如来自是一音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菩萨他是照，他不是分别，咱们是分别，不是智照。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说法，或者文殊师利跟我们说法，他是智慧的照料，不是分别。因为这个咱们现在是讲的十度的方便度，善巧方便。菩萨他以他一心能知道一切心，凡是有情者，他都有他的思念，有他的想法，有看问题的看法。菩萨呢都能了知，都能了知。菩萨以一音，就是一心一音，众生的一切心，一切文法的文，都能得到善根，让一切众生都能种得善根。为令一切众生得一次福德智慧清净深共，菩萨方便善巧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令众生开智慧得福德，能够把他的肉身罪业身变成清净身。为了一切众生善知一切众生善根，对机说法要知道善根，观察回向，观察众生所需要的，普能成就。这个一共是八位菩萨，就是说这在十地当中的，十地当中的菩萨以清净心能可以使一切众生得清凉。什么心呢？直心，直知心，就是直心正念真如。这些个大菩萨的他正得真如了，
就是等地的菩萨。现在咱们讲的是回向位的菩萨，第七回向菩萨，他相似等地，说说地上的法门，初地菩萨就欢喜地，这个上头这八愿呢，八愿呀，是为令一切众生，一共有八愿，这都是初地欢喜的菩萨，他那个心呢是直心平等。这个直心平等是在理上讲的，不是说的是。直心正念真如，真如呢对于众生是平等的，人人都具足的，但是有障，有障者就是随具足而不显现，而没得用，没得妙用。地上的菩萨他离众生的时候，让一切众生离开这些障碍，离了障碍了就离障了，这叫离障真如，不是在禅真如，已经出禅了。所以从第一个，悉能具足清净心，心地清凉，心地清凉，得见诸佛，清净心才能见诸佛。为诸佛的慈悲、善巧、方便，我以前跟大家讲，说你要想见佛的时候，你把经本打开，你做入室观，说你念金刚经，你感觉着你就是毗菩提，毗菩提代表你请法，佛也就是对你说法，这叫入见佛。就是说我们说修修净土法门吧，说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你是得化身呢，你不是报身。说我升极乐世界不是报吗？不是报，是化。莲池里头的莲花化身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吗？是化身，不是报身。你现在在娑婆世界，你现在这个，你这肉体，肉体，这是业报身。你生了极乐世界去，是阿弥陀佛的加持，释迦牟尼佛的跟你说这个法的，也对你加持。你舍了业报身了。以你的智慧、愿力、愿生极乐世界，慧愿结合的，那个是化身，假借莲花、假借树木、假借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化，不是报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的业你舍掉了，到那个世界没有，不是业了，修行善业。等你达到了时候，方便有余度，完了进入十报庄严度，那是你修德所感，那是报。从报才能进入法身。咱们现在所念这个文，就是那个地上的菩萨，他的福德智慧所感的报身。咱们生就拿极乐世界说，咱们生的是方便有余度、凡圣同居度。如果大菩萨生的，像咱们说念普贤横愿品生的，那是报，那是假普贤菩萨的愿力，假阿弥陀佛的愿力。
那你得你修普贤横的果报，如果你把你所行的所做的心里所讲的都归纳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我拿这事做例子了。这些菩萨利益众生时候，想众生、愿众生得道，这是希望啊、回向啊、违令、违令，这些违令就是菩萨的回向力。菩萨回向的力呢，回向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清净心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成事善知识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清净智慧，这只是回向啊。在菩萨大菩萨他是行的清净的波罗蜜行，在众生你跟他跟这个菩萨有缘，他这个回向能你得到利益，你跟他无缘的你得不到利益，他是普遍的回向。然后咱们现在给咱们自己父母六亲眷属是有缘的，你读大乘经典你修道的时候你给他们回向，他们得得到了，说我们普遍的回向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那只是你的愿力呀、啊，这是你的愿力、啊，法界一切众生得不到解脱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无缘呢？但是菩萨发这个愿，表示跟众生结缘。要是你自己大菩萨的话，你自己成就了，果位成就了，心智平等，直心正念真如，一切众生本来都具足真如佛性的，在这性上头，而体上说平等平等，在这用的上头不平等了，平等不了了。那必须得众生也修这个法门，跟你气息相同，那效果就到了。为令行众生得一字字成正等觉普圆满共，这个呢就不是现在让他得清净心了，或者欲善知识了，消灾免难了，不是的了。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那成了佛之后，众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？你搞什么？为令众生具足神通智，一切出行，一切住处皆出行故。这是菩萨他自己，菩萨他自己具足了佛的神通力。登地的菩萨，就是登地的菩萨，他的神通妙用，才能够一处出行，一切住处皆出行。这就像地藏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，他有无穷无尽的化身呢、化身呢、一出行一切出行，就是神通的智慧。为令行众生得普庄严自然境一切众会。如果大菩萨他处于法会当中，他发愿发回向愿，愿这一些众生都能得见严净身。什么叫严净身呢？依报庄严、正报庄严，就是果度庄严，这个法会啊，法会庄严，他的正报你庄严。严是庄严的意思。以什么庄严呢？清净。清净。例如说
举个例说吧，像我们到法堂，这是我们说法的处所，严净，严就是庄严，永远这保持清净。那么香灯司啊、殿主司啊，把这个法堂打整清清净净的，也是叫严净，严净，是这个道场严净。来日听法的、闻法的、共同学法的，身严净，身严净，使这个会场都严净。但是这个是从现象上说，最主要是心严净，杂念没有，所回忆的、所缘念的，就是菩萨的功德，诸佛菩萨的功德。然后咱们从实心位，实心位到现在实回向位，经过了实住实行，他的修行这个功力严净的。假如说我们这个法堂读诵华严经每天不断的，这个道场就是华严道场，当然它是严净的。咱们肉眼见不到，如果天眼看得到，看得到。为令净土上与一佛国度普见一些佛国度，与一佛国度能见好多无量无量的国度，阳国度见净国度，净国度见阳国度，互相交涉的。但是呢，看你这个智慧的力量，智慧大的，他看见，他从理上看的。我说菩萨看娑婆世界，跟阿兰尊者看这娑婆世界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咱们看五台山，跟那些个菩萨来看五台山，这是天渊之别的。这每天清晨一万菩萨舀清凉，就是咱五台山有一万清凉殿，咱们见了吗？咱们见到的、听到的都是罪业，就是断水了，一号断电了，昨天咱讲不成就没有电了，断电了，那咱们很紧张，说要没水吃了。咱们见着是这个呀，但是你要道者、修道者见，他五台山是清凉的，大街、小街、中街，任何变动，清凉山不变的。咱们知道吗？咱们看的是变呢，我就认为是变的。我小时候来五台山，这是大森林呢，现在五台山荒凉啊，没有山林了。以前这五台山各种的兽类、各种的禽类都有啊，现在呢没有了，我看也是变了。最初你看的五台山戴罗顶，人讲是金沙铺地呀，现在不是了，咱们肉眼看不到啊。就是净佛国度，净佛国度，